少校啊，这是我新设计的防水炸药包，谁陪我去执行任务？进去。保重，放心。走。 行了，完璧归赵了啊！哎，佩德，你怎么了？刚才爆炸的时候，李章太监真张了。梁飞，这位就是丁军长派来的军工专家，上级问少校。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少校，哎，嗨，你是梁飞？是啊。怎么？ 对我的名字有成见？没有。彩霞，任务完成了，咱们走吧。好，孙腾，照顾好程斌，走。黑子，照顾好自己。哎，黑子，这尚希文他什么意思啊？管人家什么意思？怎么样，黑子，能坚持吗？ 挺得住，那行，走。梁飞，又是梁飞。现在可以肯定，这次劫狱的就是我们的老对手梁飞呀。这个梁飞，真是我心头大患呐。 Thank you.
进来。司令官阁下，山本幸村向您报道。回来了，哪有什么大任务？只要是抗日杀鬼子，咱执行的都是大任务。对，咱们呢，只要把小鬼子没问题赶出中国，那才算是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。没事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是啊是啊。丁飞，哎，丁飞，队长，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，算是回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气氛不错。小飞啊，队长，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好啊。区委领导说了，一定要嘉奖你们。好，是啊是啊，嘉奖就算了，咱来点实际的，给点枪，还有子弹什么的。哎哎，对对吧？这是借机提上条件了啊！嘉奖必须要，枪支弹药也必须有。那太好了！等等等等，今天怎么答应的这么快啊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的，你这是？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？这个嘉奖是区里给的，县长，武器弹药咱得从小鬼子手里夺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就这么定了。白说吧。咋了？没事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撞了一下。哥，天成，天成，哥，天成，哎呀，你可想死我了，终于回来了，你可想死我了，想死我了。是我想死你了？不是，是我想死你了。是我想死你了？不是不是，是我想死你了。是我想死你了？不是不是。哎呀，哥知道你想我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哥也想你了。嗯，哥，这次给没给我带回来一把小手枪？报告梁天成同志，因为战斗激烈，我这回又忘了，请梁天成同志批评。哥，我怎么想要把自己的枪这么难？我想像你一样拿枪上战场打鬼子，给妈和爷爷报仇。哥知道。事情你都知道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老师，梁飞藏在暗处难以寻找，我想引蛇出洞。我建议以梁飞的名义发布告示，引他出现。我要用高剑锋将梁飞引入我们预设的范围之内，在青岛码头正好有个机会，一箭双雕，除掉梁飞。沈本君，为了对付梁飞，我命令你马上组建一个特别情报科，你任科长。在这方面需要什么人手、装备，你自己定啊！我只希望你尽快为帝国铲除梁飞。嘿！快看，三日内诛杀大汉奸高剑锋。梁飞，杀汉奸？梁飞吗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带上咱们那个新式武器，在水里把眼睛一睁，你们猜我看见什么了？什么？王八？错，满眼的鱼鳖虾蟹呀！当时我正盯着一只大绿王八看，我是越看越像小鬼子呀。忽然，轰的一声，那水流太大了，直接把那大王八就冲我胸前了。结果王八撞死了，我就吐血了。嗯，什么玩意儿？王八阴魂不散，找你来报仇了呗？你这是干啥呀？瞧给你吓的！这是我让天成抓的，给你补补身子。我啊，我一大老爷们儿又不生娃坐月子的，和他干啥呀？留个女同志吧。嗯，行行行，来猴子，先养着。你看，不知道这又搞什么鬼呢？哎，干啥呢？这么热闹？哎呦喂，要养什么呀？陈彩霞。你不在青岛吗？怎么又跑回山里来了？什么叫跑回来呀？我又不是孙猴子，回花果山呀？这不是黑子受伤了吗？我从青岛弄了点西药，嗯，饭后一次一片。
谢了啊！哎，队长，你可不知道，自从这陈彩霞来到咱们武工队，猴子大龙这帮愣头青们都知道刷牙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呢？队长，我不知道谁从我那儿偷了一大勺的牙粉，说干什么去了？兑水当雪花膏使了吧你啊？我也想试一下。大英雄，你从青岛回来的挺快呀。青岛？嗯，我什么时候去青岛了？ 昨天在青岛的闹市区出现了一张巨大的告示，说三天之内要杀一个叫高剑锋的大汉奸，这落款不是别人，正是你梁飞。真的假的？你没看错吧？你觉得呢？竟然有人假借梁飞的名义，这事儿不简单。要我说，这不一定是个坏事，没准儿又有哪个好汉想学梁飞抗日除害嘛。那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？ 分用我的，如果这事干成了，这功劳还得记在我的头上，我岂不是受之有愧吗？那，可能觉得用梁飞的名字更有震慑力。你想想啊，是一个梁飞杀敌有震慑力呢，还是许许多多个像梁飞这样的人杀敌有震慑力？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你们想，如果他要是成功了倒还无所谓，失败了呢？ 丢人的也是你啊！丢不丢人我倒不怕，我只怕这是鬼子设计的陷阱。这事儿已经弄得全城皆知了，而且还用我的名义。队长，我觉得我得去趟青岛，把这件事查清楚。也好，那我就跟上级领导汇报一下。队长，咱干啥去？那告示是人家贴的，那人非得梁飞杀呀？ 未尝不可。这份告示出来的太诡异，为什么我们在青岛要行动的时候，他梁飞也在青岛？局座，我派人调查了一下这个高剑锋，他是跟咱们的老周同船抵达的青岛，也许是巧合也说不定。 也许巧合。电告徐宗勉，不管困难多大，一定要把老周手上的东西拿回来。是。小野君已经抵达青岛，准备在青岛码头夺回我们的东西。我想，梁飞也到达青岛了。大佐高明，电告小野君，以抢回我们丢失的东西为主。 梁飞出现最好，不出现就以梁飞的名义除掉除去方面的人，嫁祸于梁飞。嘿，这些天呐，我就等着你了，我就知道，肯定是有人假借你梁飞的名字，故意渲染此事。哎，你们走。啊，能查出是谁干的？告示贴出来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事有点蹊跷，我就派人开始调查。 到底是谁来假冒你梁飞？我是查了半天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梁飞，不在家，这会不会是重庆国民党方面干的？他们？不可能，他们抢功都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把这风头让给梁飞啊？所以说啊，这个告示的背后一定有什么阴谋，而且啊，是针对你梁飞的隐瞒。这事儿跟梁飞有啥关系？要是阴谋的话。 那也是针对高剑锋的。对了，这个高剑锋什么来头？这个高剑锋出生在日本，现在在咱们国家做军火煤炭生意。他还帮了小鬼子抓了不少劳工，送到东北，从中赚了不少钱。他这次去日本呢，就是和日本军方对接军火生意。这个王八蛋，罪大恶极，他就该死。可问题是，高剑锋是非同一般的人物。 小鬼子现在对他肯定严加看护，想杀掉他太难了。你说我真不知道这猴驴到底卖的什么药，这是。我倒是觉得贴告示的人现在应该比我们还着急，总不能让大英雄失信于天下吧？万一失手呢？这老百姓可不知道，这事不是梁飞干的，那不等于梁飞誓言了吗？这整件事儿啊，都有悖常理，甭管真假，得先把这件事儿弄明白。今天下午在青岛港。
应该会上演一出好戏。走，船会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到。出发前，我在局座面前立了军令状，情况现在大家都清楚。梁飞贴的告示给我们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，上峰有令，共产党的事儿我们不管。 我们只需要拿到老周手上的东西。如果行动中梁飞干扰了我们的计划，则杀无论。抓紧行动，走。什么情况？有两个古的那辆卡车旁边有一个输分头的人。 那个人叫徐宗勉，算是我的学长，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，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来青岛。先别管这个，咱得把咱们自己的事情查清楚再说。哎，高剑锋来了！高先生来了！高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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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
他不是中国的孙悟空，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。他只不过是碰巧干成了几件事儿，他要谋杀我。梁飞，你说他要来暗杀我？好啊，我随时恭候，一定让他有来无回。猴子，彩霞。 你们俩负责盯着，鬼子跟我走。咱们动手吧，别蛮干，稳住神。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，咱为什么不借机杀掉那个高剑锋呢？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今天马头上这么好的机会，可是贴告示的人却没有出现，开场锣敲响了，可是没人来唱戏，这说明什么？梁飞，那你的意思呢？极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，故意引我出现。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 去哪儿了？飞哥，我跟他们一直到特战局的秘密据点才回来的。我们在获取看到了一个人被杀，而被杀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徐宗勉他们要接头的人，可见他们的行动失败了。山本大佐，我以梁飞的名义已经夺回了鱼雷动力系统的样本，但是梁飞并没有在码头上出现。小野君，对高剑锋一定要严加保护，千万不能大意。哎，什么？梁飞？
丁军长，我也愿意相信梁飞不会走错，但是苏联人很有可能想要这个鱼雷动力控制系统。实不相瞒，这次任务是我们的盟军美国人委托我们做的，特战局的脸面，整个重庆政府的脸面不能丢。以我对梁飞的了解，这种事不是他做的。这样吧，我陪严局长去一趟八路军办事处。不过真相大白之前，我还是请严局长不要太过于武断。好，那就有劳于山兄了。梁飞有梁飞的任务，怎么能抢你们的东西？再说国共合作时期，他怎么敢杀害一个战线的同志？难道你们就不想拿到箱子里的东西？严局长，你口口声声说箱子里的东西很重要，但是我们连箱子里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为什么要抢你的东西？严局长，我们现在还有必要向八班的人保密吗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箱子里的东西是日海军新研制的长矛鱼雷的动力控制系统，美方对此很担忧，急需要研究这种日方的新式武器。我们好不容易策反了一个旅日华侨，才搞到了这组极其精密的液氧动力零件组装设备，没想到就这么被梁飞抢走了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梁飞不可能擅自行动抢走你们的东西。林软，你的话我信，我和梁飞打过交道，但是无风不起浪，我想可能有人是借助梁飞的名义在行事，我想请你们认真对待此事。当然，这不仅关乎到武工队和梁飞的名声，也关乎到国共合作大局。丁军长，我们一定会认真处理。好。高长官，请。高健先生，希望你能明白，梁飞现在很有可能就在青岛。我们以他的名义贴出告示，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，将来很可能会真的针对你。所以，您入住的酒店我们已经加强了警戒，请高健先生无事不要外出。如果有事，请跟我们打招呼。我忽然想起，我还有些事儿要去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办。这两天我先离开青岛。哎，高进先生，孟黄，您在青岛的安全我们会全力保证的。不过您现在还不能离开青岛，因为您才是把梁飞留在青岛的理由。你们是以我为诱饵来解决梁飞。希望高进先生能够理解，青岛是山本大佐给梁飞预定的战场，要不然我们很难抓到梁飞的踪迹，希望你理解，可以配合。既然是山本大佐的意思，那我就继续为帝国尽力。高健先生，我安排人送您回房间休息。如此重要的设备怎么会让人偷走？横滨研究所的警卫也太大意了。下一班船什么时候？我们要尽快把东西送到横滨。我一直跟到酒店，发现酒店里到处都是眼线，应该都是为了保护高剑锋的。咋，这还假戏真做，犯得上吗？看来小鬼子还是了解梁飞的，怕他弄假成真，到时候真的杀了他，小鬼子自己也担待不起。哎，飞哥，你说咱们也来吧，假戏真做，干掉他去。
重庆方面的，坐下说。哎，这回算是弄清楚了。他们特战局的任务，就是要接应那个旅日华侨，就是遇害的那位。箱子里有重要的东西，是什么？哦，是鱼雷的动力系统。这个这是美国人让重庆方面想方设法得到的东西。特战局高层质问八路军办事处了，说这个东西让你梁飞给抢走了。上级的意思是让你。 对这件事情尽快做出说明，不要影响国共合作抗日大局。这黑锅呀，还真砸你身上了。不是，这黑锅凭啥让飞哥背啊？现在这事儿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彩霞，跟我说说那个徐宗勉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其实我跟徐宗勉呢也不是特别的熟，我刚加入特战局，到培训班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毕业了。 但是他晋升的特别快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，而且你们想，他能负责上海的工作，肯定有两把刷子。可他刚到青岛，任务就失败了，现在背地里不知道怎么骂我呢。我得去会会他。不行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坏了他们的事儿，你现在去那不得给你拼命了？清者自清，我又没干亏心事，我怕他干什么？要去也行，我跟猴子跟你一块去。干嘛？ 老陈，特战局的都住在这儿吧？先生，你这个玩笑开大了吧？你找错了。哎，我既然敢来，我就有把握，麻烦你通报一声，就说梁飞前来拜会。你再胡闹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们队长叫徐宗勉吧？我们找他真有事。 真不少啊！我要是日本人的话，不会就带一个人来的。队长，他们闯进来，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还说他是梁飞。这位兄弟未免也太嚣张了吧！你是梁飞？没错，在下正是梁飞。您就是徐宗勉队长吧？哼，如果你是梁飞的话。 我还真要佩服你的胆子，竟敢闯到我这儿来！你坏了我大事，拿下！哎，徐队长，话都没说明白呢，先别着急动手啊！你最好让你的人把枪先放下，万一谁擦枪走火，把小鬼子引来了，那到时候岂不是更麻烦？把枪都放下。 梁飞，你贴出告示说要杀高剑锋，却在码头动手杀了我的人，你怎么解释？不交代清楚，别想出这个门。我来就是要跟你解释清楚的。我梁飞，从来不杀抗日志士，只杀小鬼子。你码头上的人，不是我杀的，那东西更不是我抢的。我来，就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徐队长，我想跟你合作，把整件事情。 查清楚，用不着。那好，我只能自己查了。站住！我说过，不交代清楚，你别想出这个门。给我拿下！徐队长，能留得住我梁飞的人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 回见。这帮王八蛋，啊，敢跟我们梁飞动手，我看他们是不想活了。猴子，当初我是不是跟你说多带点人去？啊，
收拾不了他们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要不是看在他们也在抗日的份上，我现在报两个炸药包，我炸他们去。别冲动，人家对我们有误会，这反应是正常的。稍微用脑子想想就知道这件事儿一定有问题，就他们。行，那就不管他们了。我们接着找我们的贾良飞，他们那东西啊，爱丢不丢，爱找不找，找不到最好。上级的意思，这件事情涉及到梁飞，我们还是要妥善解决。就算上级不指示，这件事儿我梁飞自己也得查清楚。徐宗勉既然不肯配合，那咱们就自己查，就从这个高剑锋开始查起。上小姐这边，队长。邵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在回重庆的路上。接到命令折返青岛，啊，对了，这是严局长给您的亲笔信，您看看。长毛鱼雷动力系统的丢失让严局长非常非常的生气，他希望你们能夺回来。我的任务是辨别设备的真假，至于怎么夺回来，那就是徐队长的事了。不过还得烦请徐队长在夺回设备之后先交给我过目，由我带回重庆。宝贝儿。是，去找个好房间，让尚小姐好好休息。知道了。等等，我床单柜里边有盒好茶，送给尚小姐。是，尚小姐，请。嘿嘿，嗯，你去帮我选副耳环呗。找个适合配我这身衣服的。嗯，给。这么大？大的好啊，富态啊。我这身板能富态吗？我这么瘦小精干一女子，戴这么大耳环太难看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你看那些土财主的女人们，全戴大的，叮铃当啷的，显得财大气粗嘛。给。一点品味都没有。谁说我是土财主啊？哎呦喂！哟，你们见过这么文质彬彬的土财主吗？行啊，太有范儿了。哟，行啊，太有样了啊。请。嗨。我说梁飞，我们要是每天都能穿得这么精精神神的，该多好啊！只可惜，只能作为一种奢望了。别那么悲观好不好？等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中国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穿得这么精神。赶紧说说你们了解的情况。高剑锋住在瑞安酒店的示意图，按照你们的要求，我在周边都做了标记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出发。先生女士，请出示证件，请配合。看好了，我先生可是南京政府侯参议的公子，这次来青岛做生意，你们都给我放尊重点。不好意思，请担待，里边请。这酒店可真有点意思，人这么多，大堂看着跟酒吧似的。哎，好。陆生，小野。先生，你去。看那个门童。一不能见。你见过哪个老板对跑堂的这么热情的吗？我估计那个门童应该是个小头目。亲爱的，妆花了，赶紧补补啊！真的？那我赶快看看。看见那个穿西装的了吗？他胳膊肘底下肥肥大大的，估计也得有把毛瑟枪。还有高剑锋身边那个记者，镜头盖都没打开。那扫地的，半天了，还在那儿扫。
连地儿都没挪过。我估计二楼这小子跟小鬼子应该不是一伙的。你看他那眼睛死死地盯着高剑锋，看身形这小子应该是个练家子。你说那告示会不会是打铁的？现在还不好判断。喂，怎么了？小野好像发现他了，估计这小子会有麻烦。咱们得帮他一把。怎么帮？小野认得我，这局既然是为我设的，我要是不出现那多不好。走吧。哎，黄包车。哎，来吧。老板，您去哪儿？我们去跑跑场。哎呦，对不住，我还是等人呢，不能走太远。您换辆车行吗？太太，您赶紧下车吧。啊！哎，瞧见没有？我说了不出来玩，你非要出来，自己去玩去。这对不住老板。哎，站住！例行检查。别碰我，干嘛呀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家教不严，家教不严。这样，你查我的吧。来来来，查我的。哎，我的证件，证件啊。啊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梁飞，警局，过来！快跑！哎，你是谁？我是梁飞。梁飞，追谁你就帮谁，明白？紫霞，你跟大龙守住东面，我去后面看看。你还真要帮他呀？你认识他吗？不管是谁，只要打鬼子，咱们就得帮。激动，走。哎，四周，哎，四周，回，回，
我不是梁飞，你是梁飞。 杀了高剑锋，现在酒店那边全乱了，日军正在追击梁飞。 飞向在那天空，追寻那心中的太阳，展开翅膀，吹散乌云，勇往直前，迎着朝阳，我们昂首。